第一个司法公正，那个许宗力哦，去做这十万影厅，那是中华民国的灾难的开始。他连电影都没有看，他连电影都没有看，而且也不用看港片的，不要看港片就可以看到妨碍司法公正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妨碍警察取证开始，他就可以告你妨碍司法公正。哎，我不相信哦，马有地线不地线，马还挂等级写的对吗？这真的太差了，会提出这种问题，水准很差，直播。啊，昨天我刚好跟几位这个法界的朋友啊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聊聊天，他们对直播啊只问了一句话，在法庭都不准照相，怎么可以直播？对，哎，法庭只能用画画，只能画画，怎么可以直播？那他就讲了几个朋友，很有道理，直播证人以后敢讲话，不敢。第二个，直播审判的过程里面，在第一审可能会按你这个万恶不赦，结果到第二审他可能审不住。可是 YouTube 永远留下的是什么？那这个人的一生的清誉，可能那时候因为一审是最热闹的时候嘛，你会注意。到了三审，时间已经过了，他一生的清誉可能就这是你法院要做的事吗？晚上九点，恭喜来打拳。